再说耳朵上面啊，对，只要做一点一点，一个一个都背，哎，对对对，好，好 ，OK， 就大概这个位置，好 ，OK， 好，来，我们来了，小心手啊，小心手啊，小心手，好，好了。你就躲躲我的意思，对啊，肯定躲掉。怎么老是越境汇报？什么情况？路边被他们蒙蔽了。这些情况是经过我们警方自己的调查。吴振峰并没有提前告诉我们，他不愿意，他不想，甚至于他有私心。林局，他想利用我们警方。我安排的人，你们在里边所有的一切都录下了。大家注意。等交易双方都到齐了再动手，要人当局者。一二三，行。我们这个片子一定会大火的，这片子太好看了 ，perfect。